海月一号，单次到达实验空域，请求爬升高度10000米，注意工作情况，单次明白。3434，报告飞行高度。高度10000米。开始检查各项数据。34明白。海燕一号，34报告，仪表显示一切正常。开始准备小速度试验准备。34明白。海燕一号，34实验准备完毕，请试实验开始。可以开始。34明白。34，海燕听见，报告情况。海燕一号，34液压系统失灵，34液压系统失灵。转入鹰击操作系统，转入鹰击操作系统。34明白，34明白。已经转入鹰击操作系统，已经转入鹰击操作系统。检查飞行状态。飞机状态正在恢复。立即返航。34明白。全部转入鹰击操作系统。全部转入鹰击操作系统。34听见请回答。34明白。34明白。34，我是海燕一号，听我指挥。沉着，冷静，准备直线着陆。34明白，34明白。34准备直线降落，34准备直线降落。34，沉着，冷静。34明白。Come on!